中通快递双十一率先涨价，你还买买买吗？专家称，双十一快递涨价是乌龙。10月11日，中通快递宣布将从11月11日起调整快递费用，具体调整幅度由当地服务网点根据总部指导建议，并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实施。距离今年双十一还有一个月，但双十一快递费涨价的消息已经提前来了。有媒体记者从中通快递获悉，为应对旺季场地、运输、用工等费用上涨，中通快递将从2019年11月11日起调整快递费用。中通快递双十一率先涨价，快递费涨价会影响你买买买吗？中通方面表示，今年以来，快递业受运输成本增加、人工成本提升、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影响。同时，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，保障客户利益，中通快递集团经综合考虑，决定从即日起调整快递价格。